来宝贝儿子木木与老婆一起升格为新手爸妈。近日小两口特别趁着工作空档飞到帛琉去度假，他除了晒出夫妻俩的合照外，还在海边脱光。直接照片中可以看到 Kid 全身上下都没有衣服，只有用三片叶子来遮住重点部位，还一手拿着树枝，头戴特别头饰，裸身站在海边大太阳底下，并笑说自己在帛琉玩的东西跟别人不太一样，幽默表示这应该就叫做融入吧。而照片在网上曝光后也瞬间成为网友讨论焦点，而他脚下的影子也意外成为亮点，让网友纷纷害羞笑说请问只有我盯着影子看吗？还有人问难道预算有限为什么后面没遮啊，实在是有个有趣的。you